感情浮浮沉沉，世事颠颠倒倒，一颗心隐隐冷冷，感动越来越少，繁华色彩光影，谁不为他迷倒，笑眼泪光看自己，感觉有些寂寥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 Hello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老师推车。我们今天来帮大家介绍这台我们去台中跟阿呆买回来的2017年的 MX5 IF 就是硬顶的。那硬顶的话呢，当初这个车高大概比软顶的多了5公分，车重多了50公斤，就差这样，好，跟软棚的差别就在这边。然后当时它的马力数据我记得是158匹的马力，20.x公斤米的扭力啊，不要叫背数字好不好。自然进气的后轮驱动，有人以为 RF 是后轮传动的意思，它的 RF 其实是硬顶敞篷的意思。那我们稍微看一下，这车真的太漂亮。它在2016年的时候，好，我记得得到德国红点设计大奖。这个 MX-5 哦，真的是很有设计感的一台车子。然后呢，它的轴距也只有这个大概2.3米的轴距，所以非常的短轴距。而且它的配重是50:50的配重。那这一台完全基本上都是它原来的式样，只有前面车主加了一个定风翼，就这样而已。好，17寸枪色铝圈，2.05/4.57。啊，它跑10000多而已吼，新胎到现在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它当时配的这是什么牌子啊？普利斯通的，120公分哎，有够矮。比较有设计感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，你看它的内饰板这里也有一个同色烤漆，不过这块是塑胶的哦。这个让我想起以前的那个 Lupo 跟 Beetle 哈，里面门打开它也会有一个车身同色的烤漆饰板在这边。那这样内装颜色见仁见智，但我觉得你是一个敞篷车，你要鲜艳的内装或白色的内装。好，让人家从外面一看进去就觉得是一个很特别、很有质感，因为你开这都是秋嘛，对啊，你开一个了嘛，都要暗色系的，你买敞篷车干嘛？然后这个方向盘我觉得很漂亮，所以他那时候他说他有原厂的，问我要不要换回来，我说不要。对啊，因为我就喜欢这种有握感的嘛，又粗，然后又拉红线，哦，整个质感上面看起来就很不错。然后他的这个后车厢也是一样，他为了这个中粗的尾管，所以他加了一个下扰流，好，然后他这边也做了一个灯条，这个上一集也看过了。那我觉得再来是还有一个另外比较特别，就是它的后车厢的开关竟然是在牌照灯的旁边。好，然后这个行李箱容积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平常购物放一些小包包而已啊，因为你前面没地方放啊。我看过有些说后灯会漏水，它后灯里面的那个胶防水的垫圈老化，备胎座会积水，换垫圈就好了。哦，它这个盖子是跟中控锁的，就是你只要车门的锁是开的，它这个就是可以开的。那你车门锁锁起来，它就锁起来。之前常常讲说椅子的厚薄度会影响到空间，所以你看它这个敞篷车，它的椅子就很薄，这只是边出来而已，其实这边正面很薄，然后你看椅垫也很薄，所以其实舒适性是一定没有的。哎，有 Boss 哎，哎，这到 Boss 被送啊，这风切声到 Boss 被送啊，不是让人挤。Boss 为什么写在这里？你知道吗？因为这里有喇叭，有没有？那边也有。有没有？我放看看要不要？有啊，有声音。对啊，对啊。有没有这边喇叭？然后上面吼吼吼吼吼吼吼，所以他才设计在这边呢、啊，直接灌到你耳朵去了。那他不如这边设计让耳机这样直接塞着拉过来，有像那个飞机氧气罩一样，有没有？他就垂两个，然后这样塞着，然后就可以开了，不是很好。室内有一个蛮有趣的啦，他没有点烟器。我那一天签完车去他家上完厕所，我去 Seven 买茶叶蛋，买完我想说，把这个导航都设好，找不到点烟器，我还打电话给车主，我说，请问点烟器在哪里？他说没有这种东西。那有 USB 口吗？有，这边有 USB。啊，这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，没有点烟器嘛，啊，只有这边有两组 USB， 对不对？以外呢，这个拉起来有一个洞，放下去，可是很不稳，超松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来开这里，这里有一个小箱子，这压下去，好，这里可以上锁，压下去，不知道干嘛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如果地方妈妈吃重咸一点，还放不进去，能放的空间真的是蛮有限的。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小小的小扶手和小盖子，也是不知道放什么，你看，超浅的，放不进去。对，还有一个蛮特别，它 CD 插那个在这，这还可以放 CD， 在这啊，一片的，这，看那我到底有没有插进去啊？不是，因为它这个设计有一点廉价，插进去还是松松的。对啊，就是
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插进去。没了，哎、欸，介绍完了，因为它的空间就这样而已嘛，不到一坪的空间啊，一下就介绍完了。这车没什么好介绍，这个车就是你从车上下车的那一刻就彰显了你的不凡。这个车不是说有钱没钱的问题而已，还有那个生活态度可以开这台车子。所谓生活态度，就是因为这个车子真的很不方便。你刚刚看这么小的空间，连饮料杯、手机、后车厢都放不了什么东西。哎，那真正我一次去家乐福还是顶好，可能后车厢不够放。你买一串卫生纸就好了，然后再加一包你要吃的菜，后面都放不下。所以我觉得开这个车不是说它多贵的问题，你还有那个生活态度能够开这个车子，我觉得就很了不起。因为它真的很不方便，就代表你也蛮有实力的。你可能不止一台的车子，或者是你真的很爱它，你为了它，你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习惯，我觉得还蛮屌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出去试一下。干，好近哦。对啊，很近呢。好恶心哦，有没有离我远点啊？我近你。干，那近都快靠在一起了。阿、啊、来，干嘛？去请一个马子来应征摄影师，好不好？你可以吗？我可以啊。我说不行，是我老婆不行。我当然可以啊。啊，上车我跟你讲，它这个椅子啊，很多人上次看说我沿路从台湾开回来，好像很硬的样子。我跟你讲，其实还好，比我想象中还大，它还可以往后翘。其实你看我的手几乎要打直，所以其实没有想象中，我想象中这么憋啊。对啊，之前没有开过长途不晓得，结果实际上拥有了以后，真的还好，我还可以在前面一点点。那有一个坏处就是它这个方向盘不能前后，只能上下而已，所以我也不能推到后面。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这安全带，一般我之前讲过有没有，双门车安全带是很难的，可是它刚好坐在椅子上，有没有？就很好拉了，有没有？就很好拉了。好，所以其实还不错啦，没有想象中这么憋。好，有啦，饮料啦，它的饮料杯架设计在这边，我没有办法放这啊。好，我被你们两个呀啊弄掉，我很难坐直的，我在开车，我要拿饮料。看，你知道现在这边胸肌太大，你知道吗？会卡住，是不是？会卡住啊！你不知道，你没有那困扰哦。你是副乳太大啊！有时候你知道练完，哇、哦，练完充血有没有？衣服脱不下来，有这么夸张吗？哦，真的洗澡洗不到背面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啦，底下有健身的，有遇过这种情形，底下有洗澡洗不到后面，好险我有老婆可以帮我刷背。你没有了吧？好，出发了，出发。这车发起来很陡。它的那个引擎啊，自振啊，比我想象还差。刚抖到这个都在抖，好不好？是我把它移到这边卡住。我如果把它拔起来，好，我把它粘在这，碰到不行。你看，这样是不抖，这样是抖哦。真的自引擎脚自振蛮差的。好，出发。我们要开着黄哦，让收音收得到吗？看看阿跑的，我载一个阿呆，我开棚的路的，我不如载小爱。真的开棚哦。我们要开哪？你要试哪里？高速公路。啊，高速公路要关啊。好了，先关啦，好不好？打 P 档，一定要打 P 档。应该是不用一定打 P 档，我打 D 档看看。啊，关是这样，不用打 P 档。它、啊、一直按着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其实外面有在改一个软体套件，支援一键启闭，按下就好。对，按下就好。啊，它这个现在是在按到它 B， 有没有？刚好发出一个 B 的声音，就是好。它这个避震器啊，我那一天从台中开回来，它有点颠覆我的想象。最让我惊艳的一点哦，就是它车重只有一吨一吧，可是啊，它过坑洞的那个感受啊，跟我想象差很多。我本来以为是会很跳、很不舒服的车子，跳到整台车飞起来那种，哇！还有城市猎人梦波赛那种塞达亚 mini 那样，哦，载还怪有没有？干，你是不知道这样？对，我不知道。打马赛克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真的不会不舒服。底盘的那个自振啊、吸收啊，设计的真的还蛮不错。这个避震之前那个车主前一个影片不好意思讲，他之前都用很棒的东西。他变计换 HKS， 他有两套排气管，他有 HKS 跟现在这个 Auto ES， 因为 HKS 的排气管比较贵，所以我叫他留着卖掉换钱，因为我们瞧价钱真的瞧很久。另外这风切声，形象消多少声啊？所以我后来想到一件事情。这音响有用吗？我现在跟阿呆讲话，阿呆听得都很吃力了呢，很吵，真的。刚刚那个夜店是不？嘣嘣嘣，好不好？你刚刚看那个女生坐在那边嘛，嘣嘣嘣，有没有？小姐要不要跳舞？好，小姐要不要跳舞？好，有没有？阿呆起来去舞池，对不对？然后终于有位置了，你就坐下来了，有没有？看来我找不到位置啊。好，所以教你们去夜店的时候要怎么找位置坐。哦，就去找女生，问她要不要跳。哦，啊、她说好，要、啊、去跳舞，你就有位置坐了。
好吧，妈活该单身一辈子。好了，我先讲这个车开起来的感觉，好不好？除了第一个底盘让我觉得真的很惊艳，哦，啊，第二个，你真的开高速公路开久，你会耳鸣，有一个声音一直这样轰，你真的会耳鸣。你轰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、四个小时，哎，真的完全没有隔音可言。我跟你讲哦，轰打开搞不好还比较安静，因为不会口袭啊。有地方灌那个声音才会轰嘛，那你打开以后反而比较安静啊，你就像骑摩托车一样啊。啊，但我们应该戴两个安全帽出来，我们就戴安全帽打开让开。哎，有人说高速公路不能开棚开，因为我有在高速公路看过人家开棚开哦，你没看过吗？没看过，我有看过。他这眼睛不会很干吗？我现在跟你讲是眼睛干不干的问题吗？想当年他妈我一路从南天门砍到蓬莱东路，砍了三天三夜。我连眼睛都没有扎过，我就是好奇眼睛会不会干啊？你可以戴蛙镜啊，干，要不然就防风罩盖起来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真的，人家讲的是一个真的好玩的车子，因为它的外形又是得奖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哈，你买这个车，你就会觉得说很像买一个大玩具，一比一的模型收藏。你知道有些人会跟我讲说啊，小师弟这小改款之前的，你知道小改款之后多了二十几匹马力，然后这个扭力多了五公斤。然后有人就觉得说哇，那我要买小改款之后的啊，怎么样，有没有？可是现在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，小改款是18年之后，那你买起来是不是更贵，价钱更高？这一个啊，你觉得合理就买。第二个是我觉得买这个车。不应该是你要回来一块的，虽然等一下到山道我开给你看，它在山路真的很好开，但是我如果会买这个车，我一定要买最便宜的、最头皮的，便宜就好了，不是开一个型跟帅度而已啊。因为的确哈，它这个整个设计的样式啊，是会让你可以一直珍藏的一台车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马自达 N X5 当初设计的好的一个地方，它的每一代都是可以让你收藏。好，这才是一个车厂的，觉得算是蛮指标性的一个产物啊。这个我又牵涉到一个哦，我真的讲了，开敞篷车大家都很羡慕把篷打开，可是我讲真的，真的要勇气。你停在红绿灯，那光隔壁的摩托车，你就不知道你的眼睛要放在哪了，你知道吗？更不要说旁边载一个充气娃娃了。我就叫你一般就好了，你就篷打开，然后停红绿灯，然后旁边有一些骑士什么，不要说骑士，隔壁的车他会不会看？会，他就看北七哦，软个被吸，有没有啊？要不然就会跟老婆讲，你看我说吼，开敞篷车都妈的都中老年人，头妈都秃头，有没有类似在车上讲你坏话，你又听不到，看更不要遇到那种被丢槟榔渣的。还有一种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之前都是有朋友遇过的。你这样开一开，对不对？你开棚嘛，嗯，前面在喷它的那个玻璃，妈的，全部喷到你颜色，喷到你满脸，真的、啊、就跟着风这样吹过来就进来啦、啊。其实这个烦恼挺多的啦，所以我都会奉劝每一个想要买这种敞篷车的客人，要三思啊，真的要三思，要想一下。哦啊，如果说你家里有这个停车位。哦、可以放两台以上的车子的停车位，你自己有停车位，我倒觉得无妨，哦、当做一个这个你的小宝贝收藏起来、哦、然后有时候说，哎、欸，老婆，等一下吃饱饭有没有？那我载你开我的 M X5 哦，带你去兜兜风。然后老婆就说，啊，你对我讲话会不会温柔一点？对不对？至少加个宝贝嘛。哦，好，慢点慢点，老婆，等一下吃饱饭，我开我的宝贝车带你出去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、哦，你看现在骑重机有没有？这个就有点类似重机，可以享受那种吹风的感觉。尤其这个天气凉凉的，这个到野外可以吸收一点这个分多精啊，到海边可以吹吹海风。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上次唱歌的吗？你们都剪最难听的部分是不是？哎呦，我已经挑最好听的。你们都是最好听的哦！你们不要为了节目效果这样好不好？这个棚打开哦，然后他妈边开边唱。张学友很想和你吹吹风，很想。好，我不要。好，走。你看这个就跟开那个蓝哥一样，那个蓝哥也是可以开风。那个怎么开？硬顶啊，整个拿掉啊。哦、哎呦，它也有软棚的啊。那个选举最喜欢用啊。我想说，我们有机会把我们好宝地弄好，可以当选举。选举的时候就会这个免费提供给这个候选人啊，等他选上了，人家才不会来鸟我，又靠山。啊，那这个社会就这样操作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就是要提供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没问题，哇，我捐款啊，提供车子免费用，这样赌对了，选到了，哇，干，靠山，赌错了就完蛋，
说讲价嘛，要不然我们多买几台，多赌几个，每一台都赔一台，对不对？总会中吧。好，上去了。不过那一天回来，我沿路都是用 Sport 下去开的啦。哦，那它这个 Sport 就是跟这个一般马自达 Sport 很类似哦，其实就是延后换挡，拉高转速。它爬山有点没力，那自然进行推档，现在是二档，好，三档。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去吹吹风。哇，有没有听过那个有人骑摩托车看唱歌唱很大声，从旁边上过去？你有没有遇过？有吧？还是看就你？你是会这样？我是会啊。那那我说啊，一样啊，送的货啊，对吧？这真的很有趣的一台小跑车哈，它过弯，因为它的那个重量配置真的很好，好，所以你在过弯的时候会很有信心，指哪打哪，而且啊，因为你的身形很小，所以真的是在山路你会觉得是一台很有趣、很好玩的车子。我们刚70哎，快80。哇，你这是比之前都快。对啊，很好玩，这种短轴距的车。真的很好玩，你就因为重心又低，轴距又短，配重又1:1，所以你就整个开起来就是很好玩，你就是放心的冲就对了。这个就跟以前看头，我以前其实很喜欢一台车子哦，我记得没错 ，Suzuki 有一台车叫做这个 Cappuccino 啦，嘿啦嘿啦 ，Cappuccino 600cc 的台湾，我以前有看过，有看过，我在这一行20年，我遇过一台右驾的，但它没有牌，它不能挂牌。真的很有趣，我觉得这个避震器啊，蛮值得参考的。因为我们那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说车主他开几千公里，他其实就换 HKS， 所以其实这个避震器的采用几千公里的避震器，它可以，我们可以用接近新车的那种感受去感受它。好，所以它的这个避震器，我觉得它的整个，如果是我买这个车，我不会换避震器，因为它无论支撑性跟舒适度都配得非常的好。但是其实，在山路开这车看不快干嘛？拍一下树，有没有？蓝天白云，有没有？看今天黑的哦，被气场风车水中体体哦，啊，是说也比较好。如果夏天我们可能会热死。然后后面摩托车，想说干他这个大男人就冲三角的，要不然你就大方一点，好、哦，你就停红绿灯的时候就跟旁边问好问候一下，哎、欸、，Thank you。追梦，多换一个人。看的我最近都在看这个，我跟你讲，它这个是6速手自排的，平均油耗是11、14、17吧，还蛮一般的。好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那天我开回来有几个事情哦，我觉得要讲一下，就是其实这个车蛮有趣的，就是你开车就跟上次的那个 ISF 一样，你可以看到它两侧引擎的凸起，而且很凸。对，它很凸，它两边真的很凸。然后还有一个很，我觉得很不好的点，我那天有差一点换车，然后差一点撞到车子。它的这个吸柱完全看不到车，而且它吸柱的视角不止吸柱，它后面还有两个斜斜的侧板，就是在放那个，就是棚子在放那个机构，有个三角形，它那个会挡到。它虽然有盲点侦测，可是我觉得它的盲点侦测没有那么敏感，因为我那天一撇看没有车，盲点真的没有亮，我要切过去就有一台车在后面，它那台车。一路哈，从大概新竹陪我回到台北，我们一直都在前后左右这样，就大概就是那个区块。所以他沿路跟着我的时候，我要想说他是不是要等我停车下来输赢？看这为什么是跟着我？他这个前面是双 A 背，后面是多连杆，所以其实底盘的设定也没有什么好嫌弃的。然后底盘过这些坑洞也舒舒服服的，不会造成不适的感觉。他这底盘是真的让我觉得蛮神奇的。我有吓到，我那天第一次开，我真的有惊艳到。我觉得舒适度是非常 OK 的。我觉得舒适，我跟你讲啊，车子的弹跳能让我说 OK， 就代表真的很 OK。你看像阿呆跟伟哥那种，妈的，我明明觉得跳得要死，两个都跟我说我觉得很好，我觉得刚好。所以我觉得好是真的，这个舒适度一定是 OK 的。我的标准是这样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底盘是真的不错，因为你前双 A 背后多连杆真的没什么好。现在外面的所有的性能车的主流的底盘形式大概就是这样而已。好，所以底盘没什么好嫌。那唯一真的要嫌的话，也许就是2000cc 的马力好像也没有觉得有这么猛爆。然后，但是呢，因为它的底盘跟它的配重跟它的轴距，
所以其实操控上面可以弥补掉很多很多马力不足的问题，因为他爬山的确会觉得有一点点力不从心的感觉。假设你是想要用 P 的速度的话，不过我觉得底盘 OK， 过弯速度就快。MT5 帅车，好不好？这没什么好讲的。有些马子你就是会因为它的外观你就爱上它，什么都不用讲，不用管内涵，我都完全外貌，而且怪身材哇，曲线线条、脸蛋赞，皮肤白又瘦，内部卡身顶扣扣，哇，大概那种状况来，感觉来了啊。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就处理了，先处理再说了。所以我处理了，卖不卖得掉再说。啊，对齁，还没有分享价钱。这个车齁，其实正常啦，我刚刚有讲了，后面还有很多人找我，我都顾不到这个价钱，所以代表这个车我真的是坦白说是真的加价买。市场上的这个流动价格应该是在80差万，收购车商收购，车商卖出来应该都会在100出头。那我这台车坦白说，我卖90差万的，好啊，我开价是100差嘛。好不好？刚才我就直接就说了嘛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就是卖100差 啊。事实上也很多人来参观啦，因为这个车真的对每个人来讲，很多大部分的男人来讲，真的是一个梦想，所以每个人都会想开看看。可是呢，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要思考一下，因为真的不是那么的实用。喜欢影片要记得啊，不讲了不讲，好，下次见了哈，拜拜拜拜拜拜，结束了。那如果用四个字形容这台车，你知道我用哪四个字吗？那四个字，观音坐莲。因为上面是开的。哇，干！我操，他妈的，你思想也是蛮黄的嘛。好，标题就写观音坐莲，敢不敢？什么都不要讲，就写观音坐莲就好。就四个字，懂的就懂。观音坐莲。我们的同温层都是老司机，你知不知道？妈，那天还有人留言在跟我讨论。啊，那你知道80001到80005是什么？点歌机的那个啊，编号啊，救舞用的舞曲啊，都固定的。90001也是啊，那是什么点将加还是什么小的，酒店都用那套系统啊。进去界面就是80001到80005，再点下去再说。先秀一下啊。